在你的学习单的这个盒子里面，写上你听到的声音。
念这个字，福吗？美良作为天生鸟就讲话，因为从小我妈妈也是有时候把你讲，所以天生鸟讲话。这个字的声音比较好。然后现在英文就比较好，那你现在英文不会讲。啊，你在口边慢慢英文，希望你可以讲天生鸟讲话，那你以后就会讲好了，好吗？那你会讲英文，就可以跟准备一起出国，出国去吧，好吗？好吗？拜拜耶！爸爸如果还没有老，就先陪你出国啊。可是如果老，就你跟准备出国就好了，好吗？Where?